在佛教中，把宇宙之间所有的知识概括为五种，全部掌握并且达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就称为名。所以佛教里面有五名，释迦牟尼佛规定，所有的菩萨佛必须具备五名。而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恰恰是一位真实展现了显密圆通妙安五明的佛陀。 Not only are the teachings of His Holiness Dorje Chang Buddha III in complete accordance with Shakyamuni Buddha, but they are even more incisive. Not only are the teachings the same as Shakyamuni Buddha, but they are also more succinct, understandable, and direct.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在慈悲追求利益大众，让幸福圆满他人，趋向人人互相关心，世界文明和平吉祥昌盛的教导和实践，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和贡献。佛陀愿人民好，愿国家好，愿世界人民吉祥幸福，愿六道众生都无痛苦，远离封建迷信，远离不科学的怪力乱神。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个人的圣洁思想和行为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的人文思想和哲学体系，为人们所学习敬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机构和团体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和课程，围绕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讲法录音进行学习实践。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不仅让很多人从烦恼痛苦中解脱了出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幸福者，而且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还教导大家从每个人自身做起，改变环境，保护地球，保护人类，保护众生的幸福安宁。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为人们展现了一条通往塑造崇高的道德品质，无私利益大众，远离暴力，慈善友爱，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人类和平，社会发展的光明大道。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分种族，超越文化，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积极地学习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符合佛教的正宗教义。按照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导，修行自己，利益大众，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文明的进步，让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善良人士如春木发芽，成为吉祥绿色世界。这也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带给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和有生命的一切的不可穷尽增益幸福的巨大贡献。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成就和贡献是全方位的，通过教导、治病、艺术和慈善等方面，努力为人类做出不遣余力的贡献，不仅缔造了文化艺术新境界，更以超然的公益情怀帮助无数弱势，为慈善公益拼搏不懈，开启了以佛教文化艺术为底蕴，广助世人的慈悲之门。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具备佛陀圆满的体质体力，世界上的哪处大力士最多拿到极限的重量是上超时段悬空八秒钟，而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却上超了59段悬空13秒钟。世界大力士祖父旺扎尼克·博斯特，旺扎尼克·拜斯特说，
南无羌佛的大力拿杵，至今为止，在整个世界上无人达到。我去拿佛陀的杵，把我的筋骨拉断了，都没有拿离地。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圆满五明的巨匠，医学、天文、地理皆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造诣深厚，其中在文学才华上更是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诗词中既有雄奇悲壮的豪放之风，也有婉约柔美之作。无论从诗词的主题还是意象，亦或是在诗歌的意境上，都能够读到浓浓的禅意，而这种禅意又带来了与之相应和的哲学思想，使其诗词充满了无限的哲思。关山止，五律，岱宗夫然乎，五岳未皆骚，山岳问霞辉，齐鲁青木了，荡气醉回肠，云鹏梁鸦鸟，高登达玉皇，月尽关山小，羌佛吟，借君玉，七绝，会渠公部韵律同，点染人间烟火宗，绝顶风骚曾几度，莞尔一笑两情浓，羌佛吟。这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在21岁时登黄山，以及诗圣杜甫的千古绝唱《望岳》而感，即借杜甫《望岳》章句诗韵，写下了《关山止》五律，并吟《借君韵》七绝一首，实得文家李守评鉴，为文句高古广博于汉。与诗圣之诗各有千秋，人道歌，乾坤浩渺然，沉浮其万物，生灭复流转，愚人纳归宿，成住坏灭空，如是恒轮序，醉梦过犹长，刹那一风骨，婉儿一笑了，归元因果律，为人思利本，来时两手空，勤劳奋好习，一路谁与风，而寄乐锦屋，任信普天通，思兮再有情，其身今可容，诸祥非愚智，为众乃恩公，人道之何如，物兮至善存，慎乎则远乎，恶为续臭轮，上善众若水，厚德载物平，世众以待亲，慈舍达良臣，其肺见甘然，凡事让己成，尊长其助弱，敬老勤护幼，去骄而多悦，力前气争斗，纵临雷霆震，莫迁污秽羞，回向施仁德，心行则善忧，依稀思竹声，仿佛动游舟，轮回兮不息，终有之无常，少风俨然逝，绝后在黄粱，道歌者甘露，众善为吉昌，诸恶莫作染，心行则灿光，德尧上苍喊，人道真善纲，羌佛赋。今天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的法音在全世界广为流传，通过丰富佛教文化内涵，发挥佛教文化中调和各种理想，打破各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开启和承担促进文明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重要作用，因此也被全世界被广为学习。